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哥，欢迎收看《养鱼乐趣多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第五周、第六周颜色对比。整体上看起来，两周的颜色差异不大，唯一感觉有差别的地方就是熟黄豆粉的部分，第五周颜色比较深，第六周颜色变得淡一点。没有像第五周颜色那么红。接下来看一下 ImageJ 分析出来的结果。熟黄豆粉的部分，上周是 23， 本周是 56， 所以它的颜色是有变淡的。接着是深黄豆粉的部分，上一周是 98， 本周是 106， 它的颜色也是有变淡。接着是黑糖的部分，上一周是 43， 本周 48， 颜色也是有变淡。接着是鱼粉的部分，上一周是 81， 本周是 87， 颜色有变淡。最后看到的是酵母萃取物，上周是 48， 本周 58， 颜色明显有变淡。再次强调，这些数值可能因为照片拍摄角度或是光线反射而造成误差，所以仅供参考。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全部的内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